欢迎您再次收看《恋恋金曲》，这首歌叫《掌心》，是无印良品的歌曲。讲到双人组，尤其是男生，我个人觉得每次在挑歌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双人组的歌，特别是男生，都很难唱，高难度很高。《掌心》就是其中的一首，可是哦，听起来，尤其女生听起来都会觉得，看着两个男生唱歌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今天也来了两位长发的男生，他们现场的演出功力真的是没有话可说。我们欢迎动力火车。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过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看见的每一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我从小东路走九遍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
心总会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下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，从下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上的时候，就说如果有一个有一点肢体或怎么样，你好像觉得不，你们都一直在甩头啦。其实没有啦，如果把头发绑起来，你会不会不刺、啊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你现在回家还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摇滚音乐它有自己的一个肢体语言。那这个肢体语言不是两个人这样讲好的，不是说设计了一个动作可混，不会刻意。哎，你刚刚讲摇滚的音乐啊，其实这个双人组的摇滚来讲，唱一些摇滚抒情的也好，快的也好，好像你们两个比较代表，跟刚刚的没有这样的一个、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对，你这样来提醒我，我们很笼统的就是双人组，我们把凡人呐、知己啦、尤克里林啦、那个微微啦、无印良品这些弄在一起，可事实上真的唱摇滚就你们俩。凡人是快到了，他们其实有一种意图是想要比较有力一点的音乐，那其他的歌手都是以美声为主，比如说尤克里林或者是刚刚讲无印良品，对，和声什么都很。你们自己刚刚讲就在那个 pop 演唱那么多年，七八年的时间，受哪一个团体影响？我们唱英文歌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都是外国的团体。对，外国的团体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为什么都唱摇滚，是因为在 pop 的时候几乎都是唱一些英文摇滚歌曲，热闹嘛，对对不对？那进入这个圈子之后，有没有跟哪一个二重唱，你知道会相知相喜啊，或者是受什么影响？我觉得凡人的歌会比较靠近一点，凡人的歌共鸣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讲说，其实他们快到一种好像快到摇滚音乐的，因为他们其实算还是蛮有力的一个音乐。那其他的歌手他们都是比较声乐的感觉，或者是比较美声的感觉。今天好像就带来凡人的歌。好。说秋天走了，你也要走，悄悄飞向天的尽头。你习惯自由的生活和辽阔的天空。你说宿命总是要你远走，注定一生落落的寂寞，让我今生为你守候，做你最温柔的风。谁知穿入红尘，一旦熏染入魔，无声悲泣哀鸣，任凭风吹雨落，但愿冲向枝头，山中晴空化作雨向石游。谁闯入红尘，一旦熏染入梦，无声悲泣哀鸣，任凭风吹雨落，但愿冲上枝头，凝作花间粉红，好梦一场中晴空化作雨向石游。
两个人真的要有默契，对，唱歌要默契之外，其实应对啦宣传每个工作上面，其实我觉得默契其实以前我们也很重要，我们没有比较没有想到过说我们以后出唱片会常常讲话，或者说面对媒体要说什么，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，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只是来唱歌，以前我们在 pub 唱歌也是几乎都是没讲什么话，没有讲什么，唱完一首歌，这是来宾点的生日歌，就这样讲一下话，但是讲很少，几乎都是在唱歌。那所以人家比如说现在团体每一次出唱片的时候，刚开始新人阶段都会住在一起，你们有过那段时间吗？蛮怪他什么蛮怪的，蛮怪，为什么啦？两个长头发男生住在一起蛮怪，而且两个听说他们俩在家也会跟我们女生一样夹一个大发夹，我问过比较舒服啊。现在换颜色了没？还是很多颜色，都好好几种，其实没关系，人家看不到没有关系。不行，我只要想象你们两个人夹一个大发夹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跟你们的摇滚的歌很难联想起来。我出国常常碰到这个问题，就两个就 一起住的话，就会有那个服务生来打扫，说：“哎，你们 honeymoon 打扫，以为我们是来有一次，因为我们来度蜜月的。我刚刚洗完澡，然后志玲不知道在干什么，然后我在刚好背对着那个门口，然后梳头发，然后因为湿湿的嘛，然后。”你可以转过来讲，我们想象得到，快。然后我在输了，这里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有一个人，有一个服务生，就是打扫一整理，然后就跟他讲话说 honeymoon， 然后我不好意思转头，很难解释，因为又不会讲英文啊。哎呀，我好难得看到那个秋星这样 honeymoon， 每次在我看你是已经豁出去了哈，有点，所以应该讲个性越来越开朗。会了会了。你们两个成军多久了？六七年。六七年的时间都没有想过要各走各的路。没有想过，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有想过，就是想要。但那一刻被人家误认哈尼木的时候，心里有点。心里马上就想说赶快拆。不是我的，我们两个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，就是想要自己有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。然后，可是我们没有拆过，然后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再一起出唱片。就是想说自己的一个特色，两个人有两个人的特色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色，都不一样。哎，我突然想，如果你们两个像刚刚唱这个凡人的歌完，然后现在来唱一个尤克里里的歌，你不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感觉吗？你觉得呢？又是我是觉得。好，那先让志玲讲。唱的时候会想到以前在这个民歌的时候，因为常常点这几首歌曲，所以。我们现在唱，重新再唱一遍，感觉好像又回到那种民歌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尤其这个你安排的这首《认错》哈。对。我那时候红到。对对对。那这个歌。非常红啊，每天都有人点，所以我们本来不是很想唱，因为它很难唱。对。那每次我们两个人的那个一个方式就是很难唱，就会互相推，哎，那一遍你唱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唱。所以我们不是很想唱这样的歌，可是人家一直点，你不唱，人家就不来听你唱歌。现在呢？现在还是不是很想唱，太高了，很难唱哈。对对对，你们不想唱，我更想听，听一看你们唱的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这首歌我也很熟。我们来听动力火车唱尤克里里的歌《认错》。I don't believe in 是我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，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不必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ve myself， 又怎愿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
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，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，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，是我自己错误。